你好，我是课程讲师 Tim a 欢迎来到线上纠松的第二堂课，第一次直播在 Facebook。那这一次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准备好的 OBS 画面送到 Facebook 上面直播。老师说，当我录完第一堂课之后，自己回去看，然后就发现我好像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讲的超级复杂的。上一堂课做的其实不就只是嗯，克、呃、制化自己的视讯镜头而已嘛？啊，讲那么细是要让多少学生无聊到睡着？所以我决定第二堂课呢，三分钟之内就结束。 那如果这堂课只能讲一个重点的话，那大概就是直播精要了。直播精要呢是一串秘密的乱码，然后这段乱码就是证明你是这个频道或是你这场是接下来呃预定直播的拥有者。那你要在先你要先在直播的平台拿到直播精要，然后把那个直播精要存到 OBS 里面，然后在 OBS 上面按下直播，这样子的话就会直播就会开始了。那千万记得你的金金钥。 千万不可以让别人知道，不然别人拿到你的金钥的话，就跟被盗账号是一样的意思。你会在你的直播上面看到你不想看到的内容。好，所以三分钟快到了，最后就实做一遍给大家看。首先呢，我要在 Facebook 上面拿到直播金钥，开启我的 Facebook，然后在发文选项这边找到直播视讯，然后等它搂好之后呢，在右边这边。 的面板选择串流影片设定，然后使用串流精要，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在你的呃右下角这边看到串流精要，那你就复制这个串流精要，然后到回到 OBS，在 OBS 这边呢按档案，在左上角按档案，然后设定，在设定这个栏位里面呢，左边这个选单的串流。 然后这边服务呢，选择 Facebook Live，试不试的你选 D，让他选 Default 就可以了。然后串流金要呢，就是这边把它贴上去，这样子就可以了。按套用确定，然后接下来按开始串流。那这样子的话，就呃已经开始在把讯号送去给 Facebook 了。那你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注意到，呃，我们呃 OBS 的右下角这边有一个。 呃，监控数据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在直播上去了。那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呢，就上面有哪些资讯你自己看就好了。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 OBS，呃，在 Facebook 的那个平台，Facebook 直播的后台，那你就可以看到，呃，在右边这边，哎、呃，在左边这边选单的发布选项当中，你可以选你要发布到哪里。然后因为我这边只是做测试，所以我决定把分享的对象只限本人。那你可以。 决定要不要填标题或者是你的呃内容，好，然后你其实应该也可以看到你的讯号其实已经有传过来，他已经我跟你讲讯号传过来，那这边按开始直播，那这样子的话就已经开始直播了，那也是要到这边按开始直播的时候正那个 Facebook 的直播才会正式开始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就到动态时报这边回到自己 Facebook。 的自己的动态时报上面看一下對，对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直播。那里面内容的跟你想要呃，跟你 OBS 上面画面一样的话，那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呃，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教学就到这边结束，你可能会跟我一样觉得好像省略了很多细节，所以这堂课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不是的。首先呢，我们回到刚才的 Facebook 的直播后台，把直播给停掉，按下结束视讯直播视讯。那这边 Facebook 这边结束之后呢，再回到 Facebook 那边，按下停止串流。 这样子的话就整个结束了。那如果你不希望留下你的直播存档的话，你也可以在这边像删除贴文一样把，把呃你的之前的直播移到垃圾桶。OK，这样子的话就结束了。那到底前面的教学省略哪些细节应该要处理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发现自己的电脑，呃，只要一直播就整个快宕机。 或是你的直播网络不够好，卡卡的，或者是也许你直播的画面跟你想要的不一样，那这些都需要透过在 OBS 上面来微调，来排除这些常见的困扰。所以这堂课接下来就会一一的跟你说明要怎么样处理，要怎么样调整这些参数。最一开始的取得使跟使用金钥这件事情前面已经讲过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从呃直播监控数据。 来确认你的直播是否哪里有出了问题，然后来谈谈一般 OBS 直播建议的硬体需求，然后介绍如何调整直播画质的设定，然后介绍除了直播直播之外，你要怎么样录下你的直播画面。那最后会稍微谈一下影像叙事的概念来结束这堂课。那一般来说的话，大家的 一般的自用的电脑，除非是 CPU 买特别好的，或者是买的是电竞笔电，那可能都无法做，不然的话可能都无法做长时间的直播。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电脑直播很吃力，那接下来的课程，接下来先建议先看完教学，不用一步一步跟着操作。好，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直播的监控数据。那我们现在打开一次 OBS。 然后呢，呃，我们在 OBS 这边，我这边已经在重新开了一次新的直播串流，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在 OBS 的右下角这边有监控的数据正在跑。那我先把这些会呃数据先拉到画面的正中央。那从左至右呢，你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影格有遗失多少。那在你的电脑如果 CPU 不够好的时候，或者是你网络不稳的时候，这个数字就会开始往上飘，就开始会有几张画面会突然遗失掉，没有送出去。 那接下来是直播 live，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把呃讯号送出去多久了？现在是差不多快送了一快一分钟，然后接下来就是 record，就是你录了多久？所以其实 OBS 呢是可以一边把讯号送出去，然后一边开始录制的这样。所以这边已经刚刚开始录制，它开始现在在算你现在已经录了多久。 那我一边在直播一边在录的同时呢，就可以随便看一下我 CPU 的工作量现在是多少。现在大概是在四十二左右，这是还可以接受，还蛮可以接受的数字。那如果你在直播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工作量已经 CPU 的工作量已经快要到一百趴，而且电脑开始卡卡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透过你调整你的呃画质，调降你的画质，然后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呃。 让你的电脑工作量不要那么满，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 FPS，FPS 呢就是每秒有几张画面送出去。那这边的话是设定是六十张。好，那接下来这边就是看到最后就是看到是呃一个网络的速度，就是你的串流的流量速度有多少。那以这个单位来讲的话，现在就是两千五大概这么多。然后你在旁边还可以看得到灯号。 如果是绿灯的话，代表说，呃，连线的品质还不错。然后其其次是黄灯跟红灯。那我这边呢，就直接来测试一下，我把我的网络给切掉。好，我一把网络给切掉的时候，我的影格就开始遗失了，一直往上爬，然后我的流速就变得变零了，然后变成绿，变成红灯。 那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广泛检查，说是不是哪里出错。然后我在这边看到我的 CPU 并没有变，工作量一直都保持稳定，就代表说可能不是电脑本身的问题，而是网络的问题。那我接下来把网络给连线给拉回来。那呃，目前还在尝试中。所以这边写已经恢复连线，所以他现在东西在慢慢跑回来了，这样子。 OK，那这边还蛮特别的是，我这次录的时候，影格的遗失它又呃又又变成零了，那就代表说它其实就是呃中间其实是有一段缓冲时间了，所以中间虽然呃那个呃有断网几秒，但是后面的网络恢复过来之后，它再把前面已经没有送出去再把它补回去这样子。OK，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监控数据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硬体的需求。 那一场直播呢，能不能跑得动，最主要取决于 CPU。那但就但但就这样，我也很难跟你说到底哪一个 CPU 等级以上就足够了，因为每个人的直播方式不太一样。那如果你是想要直播游戏的话，除非你的直播机跟游戏机是拆开成不同一台的，那不然你的 CPU 就还要一边还要能够支援到一边能够一边直播，然后一边处理游戏这样。那如果你希望电脑本身不只有负责直播的话， 你的记忆体可能也要够多，这样子的话，你的电脑在视窗开很多个的时候才不会卡卡的。那所以一个很简单的要诀就是，你一定要在正式直播前的时候，按照同样的需求、同样的规格测试过一遍，这样确认才不会有问题。那一个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网络的速度，一般来说都会希望上传的速度是二十 M 以上会比较稳。 那如果环境允许的话，建议不要走无线网络，因为很可能会因为讯号不稳而有，而会有短暂的中断。那关于网络也是跟前面一样，一定要跟一定要事先先测过一遍。虽然，嗯、呃，然后所以其实我也过去也很常用我自己手机的四 G 网络来做直播。那所以其实就只是你测试过一遍，觉得没问题的话，那这些都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方案，这样子。 那所以，像我如果要测试网络的话，就会去这个网站，叫做 speednet speedtest 然后 com。那你可以在这边测试你的网速，好比说我在这边上传的速率就是三十一，超过二十，所以看起来是可以拿来直播的。再来是直播画质的设定。那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影像的部分。首先我们回到我们 OBS，然后在左上角，然后档案设定的影像的部分找到这个选项。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通常看到第一个选项就是来源画布的解析度。那这个解析度呢，就是我们在 OBS 上面看到这边的长宽。那通常我们都会选最常见的规格，就是一九二零乘一零八零。那你输出给平台的时候，也会有另外一种可以选不另外一种不同的解析度。但我们通常因为会避免到时候会错乱，所以通常这两个解析度会是一模一样的。压缩方式可以预设就好。那接下来就是 FPS，我们最常使用的 FPS。 通常就是两个选项，一个就是六十，一个就是三十。所以如果你的电脑不够好的话，可以试看看只用三十的部分就直播就可以了，通常不会有太明显的差别。好，我这边按套用。再來是音效的部分，音效的部分，除非你有特殊的需求想要调整，不然保持基本的设定就可以。一样，我们回到 OBS。 然后在设定的地方选择音效，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选项。但我通常都还会再加一步，把那个全域音讯装置的部分全部的部分全部都设为已停用。那如果这边有不有使用的话，就会变成说，呃，即便我在来源的地方其实是没有把呃电脑声音收进来，或是麦克风声音收进来，它 OBS 也会帮你预设把全域音讯的装置收进来。这是一个蛮贴心的设计。 好，比如说我把所有的声音音讯都关、欸，所有的来源都关掉，那你就发现它其实还有一个输出的音效，目前是有在收的。那这边预设就是电脑的声音，但是如果当你的来源变得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希望说每一个来源都是经过你同意才加进来的，而不是预先就已经预设好收进你的电脑里面，收进来你的 OBS 里面那我先把这边打开回来。 然后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刚才的选项，也会发现，它也可以就是预设有收麦克风的声音。所以如果你预设有收麦克风的话，就变成说，如果你没有特别注意的话，那你可能就会不小心把你私底下讲的话也收进麦克风，让观众给听到了。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出意外了。所以在这边呢，我就会停用所有的全域音讯装置。 接下来我们谈到的是输出，我们先回到 OBS 这边。那输出的选项非常的多，只要你把这边输出模式从简易改到进阶，就有很多选项可以让你供调整。当一般来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用进阶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看到第一个看到的要调整的栏位是影像位元率，这个数字呢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影像够不够清晰。 但它也不是越高就越好，要搭配我们前面在设定的解析度的大小。那这个数字越大，对对你的网络跟电脑的要求来说，也会明显的负荷会变很重。所以通常只要一调降這,这个数字，那你就会看到你的电脑好像就松了一口气一样。那这个数字到底要调多少呢？这个就要看你的直播的平台。那我们来看一下，通常在直播的平台都可以都找到一个。 都找到一个页面，可以推荐你一个适合的范围。那这个是 Facebook 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是 YouTube 的。我们举 YouTube 的为例的话，就是假设我是想要录制一零八零 P 六十 F P S 的，那我这边点开，它就会建议说是位元率的范围建议在四千五到九千，所以我可能一开始就会先试看看四千五，然后再往上调。 再慢慢往上调，看我的电脑的能耐到底能不能负荷。那接下来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 Facebook 啊，除非你是有跟他们签呃影片创作者呃游戏影片创作者计划，不然你会在粉砖或者个人的直播的画质最高就只能到七二零 P 而已。那如果你呃仔细去看的话，很多非常有名的粉砖。 就连看去看总统府的直播也是一样，其实他们都是七二，最高只有到七二零 P，不能到一零八零 P。所以通常我们在选择 Face 在 Facebook 串流的时候，我们一样回到 Face 呃一样回到 OBS。然后我们在串流这边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选的是 Facebook 的服务的话，这边就会有一个建议的部分，因为它基本上它其实是有一个顶规的，那这顶规非常的低，就只有到七二零 P 而已，所以。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就会额外的在 Facebook 直播的时候，我还会再直接同时录影，这样，因为我直接录下来的时候就是一零八零 P。那你可以不用担心说 Facebook 只有七二零 P，那是不是只要是不是只能送七二零 P？你可以送仍然去送一零八零 P 的给他。所以我通常在 Facebook 直播的时候，输出呃在影像部分还是选一九二零乘一零八零。 然后，但只是就是送去给 Facebook 的时候，他又会把它降级成七二零 P 这样子而已。前面有稍微谈到录影，那这边的话就额外拉出一个章节来谈一下跟录影有关相关的设定。首先，一样我们回到 OBS，然后再、呃、输出这边。 这边下面这一个大的栏位，这边有看到录影的部分，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设定是跟录影相关的设定。那你可以调整你录影存档的位置，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录影的画质。那这边有很多个选项可以给你选择。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蛮重要要提的部分，就是录影的格式到底要选哪一个比较好？通常我都会建议选择用 MKV 这个格式，因为像。 MP4 或者是 MOV 这类的格式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当你电脑不小心录到一半宕机的时候，那它的整个档案就会都会直接毁损。但 MKV 这个格式呢，就是录多少算多少。所以当然每个格式都有它的优劣，有需要建议的话，可以上网查询去了解。那最后呢，OBS 有一个很特殊的设计，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就是你可以在档案显示录影的地方。 然后就会跳出一个档案的视窗，跟你讲说，直接让你知道说你打开录影存档的位置的资料夹在哪里。所以今天的课程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前面我们谈了很多会令人不小心睡着的，嗯，设定细节。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我会在前面的时候一直特别强调要用一九二零一零八零这个解析度为标准。 那这个例子呢，就是周子瑜的国旗事件。那二零一六年年初的时候，周子瑜因为国旗的事件出了一部道歉的声明短片。那这边呢，就撇开事件本身不谈，对影像工作者来说，觉得最嗯、呃，觉得会有一点比较不寻常的地方，其实是在于经纪公司官方释出的影片原始画质非常的差。所以如果你到各大节目去看的话，大家画质也都是一样糊糊的。其中有一个推测是这样子的。 在娱乐公司底下要拍出高画质的影像，这个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很有可能是故意拍的这么糊的。那拍这么糊会有什么用意呢？当细节不见的时候，那他道歉时的脸部表情也就很难看得清楚。那会使得我们大脑就只好用自己的情绪来去补上这个细节。所以有些人可能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会觉得他看到的是他很委屈的样子，那有些人也会看到是他觉得他很抱歉的样子。 所以在影像叙事上来说，这里的模糊就给很多人有解释的空间。那如果是套用在其他的录影直播上，那你也可能会因为你的影像太过模糊而造成大家有很多的误会。那就像这个右边这张图，这张一个有点呃来源很早就存在的图，然后来源有点已经有点不可靠的、不可考的图，那你就会发现，透过的影像的操弄，我们很可能会造成阅听者。 然后跟实际状况完全相反的感受，那所以也反过来说，我们身为一个阅听者，同时也要时时注意是否有这样子的操弄，每天正在发生当中。所以对我来说，我接的直播案子通常都会尽量把画面维持在一零八零 P 六十 FPS 以上的水准。那这个格式是目前呃所有界面都能支援，然后也不会到四 K 那样档案太过肥大，还蛮刚好的中间值。 那以这样子的格式来尽量贴近真实来呈现原貌。最后，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目标，在网络平台直播，以 Facebook 为例，也就顺利完成了。那谢谢大家，我是课程讲师 Timon 哥，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